那今天刚来的时候啊，有去台湾雷藏寺设立一个净化殿，那有里面供奉金刚萨埵，它是消除业障的本尊。所以呢，在每年的第一天初一，你可以到净化殿，那么请这个上师啊、教授师啊、法师啊，给你做净化，也就是一扫烦恼心，二扫霉运去，三扫业障消除。那请这个金刚萨埵 ，Om Bhaja Sato Hum Om。别扎萨埵吽，嗡，别扎萨埵吽，祈请本尊福分将来临，也就是除旧布新，把你变化成为一个新的人，旧的业障消除。一切得到了福分，那么除了这个农历初一可以做这种事情以外，其他的时间你如果有障碍、有业障、有不好的运气，或者是健康的问题、事业的问题，种种的问题，都可以到台湾雷藏寺祈求净化。那净化啦，就已经全部重生，那福分就会降来临啊。